两斤一个的大海螺，要吃啊，咱就得吃个大的过瘾哦。来，来，我要抠个黄出来哦。哎呀，哇塞，好大的黄！哇塞，哇，哇塞，哇塞，这么大的黄！哇塞，呀，这一大块啊，全都是黄啊！黄非常香，这个地方呀是它的苦胆哈，非常的苦啊，我给它摘掉了哈。肝呀吃多了会头晕哈，哎呀，我也给它去掉了哈。剩下你看这一大块肉啊，全是精华啊，哎呦，一顿吃不完，哎呀。非常嫩，哎呀，这个啊就是咱们家处理好的海螺肉哈，给你们都处理好的，开袋即食的，麻辣口味的。